对，这个是十月份哈，三立电视台打要发行的歌，是。今天杰克他也有带来他的专辑，限量的，因为我说叫他不要带太多，我怕他的人气比我还旺外环的，所以请大家听到没派一样，我们在外面给他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